我又去药店啊，买了一盒维 E， 那药店老板都认识我了，他说你怎么天天来买这个维 E 软胶囊，怎么他家的货都快让我买空了啊。哎，我都没好意思跟他说，我说我天天用维 E 做面膜，没好意思跟他讲。我跟你讲啊，像我的话现在天天用这个维 E， 天天用这个维 E 回来来擦脸，太好用了，真的。我以前用几千化妆品都没感觉这么好用，我现在用这个真的脸上的干儿细纹都没有了，而且脸上还真的透透亮亮的啊。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点赞收藏号啊。如果你皮肤黑黄暗沉的话，没有光泽，去药店里面去买一盒这个维 E 啊，2块钱都不要的。然后呢，每天你洗完脸了以后，你先擦点水，擦点水了以后呢，去取一颗这个维 E 啊。如果你要是皮肤一般干或者是没有太多纹的话，一般一颗就够用了。先擦点水以后呢，你去把这个维 E 油去取出一颗，然后这样子给它去按摩吸收，按摩吸收啊，这样子给它吸收啊。对了，如果你皮肤特别暗沉，比如说你问题比较严重，斑点比较多，你再去加一个这个溶黑油啊。这个有时候我就会用的，因为我有时候经常熬夜，皮肤特别蜡黄，就加这个溶黑油。这个用完以后，皮肤就真的提亮了不少，一定要选择这种小分子的溶黑油啊，去买那种小分子的，这个药店也有的，一般各大美容院也有。完了，你给它去这样子，给它去那个啥啊，给它去吸收吸收，两个叠加着去涂去吸收。你要是皮肤特别干的那种的，你就在上面再盖一个保鲜膜，保鲜膜贴盖上去敷10分钟，然后再接下来的时候，皮肤一点都不干了啊，一点都不干了，特别润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啊，你看你皮肤是又白又透又亮的啊，而且你坚持使用吧，你会发现你脸上的点点都变淡了啊，皮肤黑黑都变淡了，去用吧啊，就唯一2块钱不要，再加上一个溶黑油，这两个东西真的是绝绝。